我知道你恨我，乔姑娘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 跟什么孤注鄙视，我又担心又生气，让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所以我挖这个地道来接你，那个时候总想让你高兴一下，可你又总怪我不懂你，而我呢，一心也只想着四顾问。 发现找遍了，都没有人影。韩冕定是被那贼人抓走了，也有可能下山了。我现在就下山追，你赶紧通知百川院的人也下山追。好。阿飞。